他今天怎么了？怪不得我记得我们来。OK， 对，好了，也就三十秒，算不了了，记得要把握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杰，然后今年17岁，然后很喜欢唱歌，今天下一首歌曲是《淋雨中的靠岸》。谢谢朋友来自。对对对，讲话不要像周杰伦。你跟魔比克怎么样？感觉上他的手好像有受伤哎。有人家在钻石店的时候。哦，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们的乐手真的蛮对称的。白色衬衫的，不是，是粉红衬衫啊，不是，哦，是 ，OK， 好。